记者方维铎台北报道，车坛年度盛事2018世界轻车大展即将登场。Mitsubishi Motors 展区此次以新品牌精神 Drive Your Ambition 为主轴，带给车迷全新的品牌意涵。为迎向新时代的到来， Drive Your Ambition 象征着三菱汽车未来前进的方向，同时也代表着三菱汽车引领时代潮流的新价值。透过具雄心 Ambition 而生的独创且具存在感的商品及服务，致力于实现顾客过去未能实现的体验。2018世界轻车大展 Mitsubishi Motors 名模发表会，梁维、左启、郑雅、陈琳、金沙、香妍。记者陈一宽社，中华三菱将逐步渐进地透过品牌使命与产品优势，精准传递品牌精神，并同时展现从四轮到二轮，从国产热销车款到全新进口车型的气势。2018世界轻车大展 Mitsubishi Motors 名模发表会，车模梁维。记者陈一宽社，除了魅力车款要吸引大家的目光外，本届车展也特别邀请到新生代模特儿陈琳、郑雅、梁维、韵宇、香妍共同担任 Mitsubishi 美丽大使，为车展增添魅力。2018世界轻车大展 Mitsubishi Motors 名模发表会，车模金沙。记者陈一宽社。